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。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售。三月份草长莺飞，万物复苏的好时候，周深呢就在这个时候给粉丝送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，直接砸晕了好多粉丝。惊喜之余，更多的是感慨，竟然连周深的声音都没有听出来呢，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往下看吧。近日，周深悄悄地将1月29号发布的新歌《Rebirth》置顶了，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周深之前呢也有过这样一个操作，但下面的评论却是炸开了锅。原来啊，这首歌的后面的童声也是周深唱的，很多人都没有听出来，就算有些粉丝听出来呢，也是不敢确定的，毕竟简介上面没有和声的名字。很多没有听出来的粉丝都表示，这个声音明显比周深的童音更加的稚嫩，音色也不一样。也有人表示，希望这里边的声音都是出自于周深的嗓子，但是这就是周深的声音呢。祝贺周深又一次解锁到更多精彩的自己了，他对于声音的掌控程度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，这也就导致了，就算是经常听周深唱歌的粉丝，要辨别出周深的声音也是困难的。虽然猜不出来，但是也是高兴的。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小编特意去听了之前在江苏卫视春晚的舞台上唱的《牛仔很忙》和《达拉崩吧》，又有一个很大的惊喜。这两个音乐当中虽然都有小女孩的声音，但是声音的区别度很大，听不出来是一个人唱的。这就是凡尔赛鼻祖吧，一直都在进步，然后直接惊艳众人。这首歌最令人惊喜的地方就在于它虽然是游戏《崩坏三》的全新印象，但是却获得了玩家和歌迷的一致好评。游戏玩家通过这首歌重新认识了周深，歌迷也在玩家的普及当中了解到了这个游戏，喜欢上了其中的人物形象，这就是最大的成功。歌曲底下的评论没有所谓的吵架，也没有所谓的拉帮结派，哟，真的是来晚了。崩三评论区以往都是各种的节奏各种掐，难得能有这么和谐的时候，感谢周深，也感谢周深的粉丝们。这是玩家发自肺腑的感言，没有花里胡哨的辞藻，只是想要单纯的表示感谢。周深一直都在为着自己的梦想而努力，我的旅程不会结束，不正是周深的真实写照吗？被人误会，被人嘲笑，经历了人生最低谷的时期，还好他没有放弃唱歌，一直在音乐这条路上不停地尝试和探索。这次的 Rebirth 就是很好的代表，周深用自己的童声为自己合音，把情感推向了高潮，给听众留下了无穷回味和想象。歌声当中传递出来的治愈的功能，瞬间让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。周深又努力告诉我们，他是周深，可以驾驭到各种风格的曲风，这是独一无二的周深，不走寻常路的周深。我们已经无法预测周深的下一次惊喜会是什么了，因为你永远都想不到他创造的惊喜。这样一个努力而又上进的歌手，怎么会不被观众喜爱呢？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，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